茂名海滨城市，千年古港，屋子都可以用蚝壳建成，这叫什么贝呢？这个颜色这么好看，后扇贝，现削现吃的，方言就叫做 air air。人间百味，油炸最美味，花椒好看，酱捞根，主打是鲜香，比较有足的清香味道，层次分明，这个簸箕炊好吃，好吃。本期节目，让我们跟随范小二揭秘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迷人小吃。让这座海滨城市尽显粤西风情。广东省茂名市濒临南海，港口众多，千年来这里的渔港贸易繁盛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。海运的兴起繁荣，让茂名这座城市包罗万象，让茂名美食独具风情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广东茂名的海港。早就知道啊，茂名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和中转站。我们呢，有请当地的专家给我们好好讲解一下茂名这个地方。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叫博鹤渔港。1500多年前呢、啊，这里是冼夫人的领地，他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冼夫人在国家统一、在民族融合、在中原文化南下，还有海南岛的回归这方面呢、啊，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他的治理下呀，我们的岭南当时是非常安定，也是非常繁荣的，也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证。所以我们地方的民众呢，也就养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性格，当然也就体现在我们的美食当中。太好了，茂名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，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好吃的美食，我们这就看看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吴恩恩，做河呢已经有20多年了。这道美食叫做河，可能很多人还不会写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一个米字抓一个乞丐，那个乞字，这个字在当地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意思吗？方言就叫做 air air。为什么当地人就这么爱吃这个河？我们这边河的形式有很多种，例如糍粑河、水煮河、纵河、甜爱河、垂塔河等等，主要以食材和形状来区分。岭南地区的人们喜欢将谷类、根茎类作物捣碎成粘稠状，做成类似于糍粑的食物，河就是这类美食的统称。经过漫长岁月的改良升华，不同形态、不同口味的河开始丰富人们的餐桌。从出生、满月、结婚、进宅、祭拜都会用到河。从古至今呢，都有这个传统的习俗流传下来。明白了，这道美食啊，已经深深的啊，浸入到了我们所有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这个生活当中。那今天啊，我就跟着您学做这个河。先把花生炒了吧，用中火把它倒进去炒就可以了，连油都不加。不加，要不停的翻。你看炒到这里面有一点焦焦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第二步呢，就炒这个椰丝。哦，椰丝还要炒啊？对，翻一点油，然后就把椰丝倒进去，白糖加进来。白糖跟椰丝的比例是多少呢？一根椰丝就放3两白糖，大概是10:3的这么一个比例。水就适当放一点，让那个糖溶解，不要粘锅就可以了。哇，真的是很香，而且这个椰丝啊也发生了变化，它变成了那种淡淡的金黄色。以前那个妈妈在干活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也在旁边给她这么帮忙？对啊，我们的手艺就是这样学来的。啊，趁机偷只眼，就可以把那个花生去皮。去皮，我们跟您学，看看有什么小窍门没有。我们就用上这个工具。这不是我们做月饼用的模子吗？对，我们叫合印。你帮我扶着，搓，它的皮就掉了。不但是皮掉了，而且花生碎掉了，是不是要去皮了？现在？对，这是我们这里的独特技术。来，往上一抛，哦，出来了。哇，民间智慧太有意思了，我能试一试吗？
可以，两边握着。两边握。就抛一下，往上一抛。先转一转。然后抛一下。抛高一点。哎，还真是都出去了。这个碎度也可以了。下一步咱们就把这个线调出来。一斤的椰丝就放三两的花生，二两的芝麻。您看啊，咱们这个馅儿拌得差不多了吧？您那边也应该和这个糯米面了。先把这个面粉倒到这个盘里面，加一点开水揉成团。烫一下就给它改性了，它就变得有粘性。然后揪一个剂子，这个剂子大概有一两左右。搓圆。然后给它搓圆。按扁。再煮一下。一直保持大火，煮多长时间大概？煮到它飘起来，然后就把它捞上来，放到这个面粉里，把糯米粉又粘在了上面，可以包了。吴师傅，您这是变戏法，又给我变出这么多糯米面团来。这绿的我知道，牛油果的。不是，桑叶打成汁，揉在这个面团里面。紫色番薯做成的这个糯米面团。这个是用南瓜。现在有四桶糯米面团了，对，我们要开始包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叶子垫上，做白色的吧。揪成一个多大的剂子呀？这是？就是鸡蛋那么大，搓圆压扁。包馅儿。就放大概这么多。最后捏成一个包子馅儿。应该是这样，这个口收一下就行了。放这个荷叶放进去，压扁，把它敲出来。哇！把它放在我们的叶子上。我们已经做好的盒可以上屉喽，一直用大火蒸多长时间？蒸8分钟就可以了。8分钟到了，满屋飘香。哇，出锅啦！哇，太漂亮了。是可以吃了吗？还差一步。哦，还差一步。这个我们帮他点一个眼睛，图一个吉利。对，这个用的什么汁啊？这是红菜头榨的那个汁。一口浓浓的椰香味，关键是外边的这个表皮软韧弹，这个皮还带着它自有的香味，就是当地糯米的那种糯米香，通过细细的咀嚼才能够发现花生隐藏在里面的香，里面更香的就是隐藏在里面的芝麻。芝麻，哇，完美的结合，一口甜蜜啊。糯米盒，椰丝的香甜搭配糯米的软糯，吃起来口感软韧滑嫩，外形精致漂亮。菠萝蜜叶子蒸制之后，独特的清香进入到糯米盒中，让味道更加丰富。来到广东茂名啊，我发现当地的居民已经把大海变成了自己的家。您看啊，他们把所有大海里的物件变成自己的这种物尽其用的家居，甚至连一座屋子都可以用蚝壳建成。这边是在用贝壳做一些精美的工艺品，这叫牡丹花是吧？牡丹花。这叫什么贝呢？这个颜色这么好看。这个叫后扇贝。这个叫墨笛相关唱野秋，这个墨桐，这个小杨，惟妙惟肖，而且颜色鲜艳，特别漂亮。来到了广东茂名啊，我们发现当地人的这种生活与大自然完全的和谐。您看啊，他们用生蚝的壳建筑了整个的这个建筑物，又用这种贝类和蚌类的这种壳做出了栩栩如生的这种艺术品。当然了，茂名人也会吃，也爱吃，他们用海产品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，咱这就去瞧瞧。咱们茂名的天气在这个季节算是最热的吗？好热好热，好热是吧？对对对，看您这玩意儿都出汗了，我其实也快透了啊。对，我旁边呢是博和镇的这个农贸市场，早晨起来异常的热闹，这里的海鲜非常的新鲜。我旁边这大哥厉害了，他呀专门挑了这么一个地儿，立了一个摊子，就卖这里的海产品。大家好，我叫欧思凯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0多年了。今天做的这个小吃名字叫什么？蚝炸。蚝炸。咱们这个蚝在当地怎么个蚝法？我们这个蚝呢，每天都是清晨撬开的，新鲜取出来的，现撬现吃，现撬现吃的。所以海鲜是跟时间抢这个鲜味的。
欧大厨，您看啊，其他地方做蚝，他可能都要给它码一个味儿。咱们这边的这个蚝，一点不码味儿吗？那不用，原汁原味更好。您这种自信来自于咱们蚝的这种高品质、高质量。嗯，对对。欧师傅，我们就跟着您学一下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美味的蚝炸？好好好，嗯，没问题。上一点清水吧。需要多少？一斤多点吧。干的米粉，这个比例是多少？1:1吧。1:1的清水跟米粉，现在要把它搅拌均匀。加一点薯粉吧。这个薯粉跟米粉的比例是多少？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薯粉啊更有粘性，它起到一个粘连作用，一会儿炸制出来它更加的酥。对，准备那个开水。水开了直接倒进去。哇，要烫一下。这个水跟刚才我们这个姜的比例是多少？大概5:1左右。5分的沸水，1份的姜，一个糊状的冲下去的话，有些粉还是生的，不均匀。现在我们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让它过一下火。这个过火都不能大，不用搅太久，几十秒就可以了。让米糊啊整个受热均匀，给它全部成熟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炸的时候会更酥脆，更容易成熟。嗯，您看这个海边的人民啊，有他自己烹饪的这种智慧，让鲜味啊快速的成熟，连外边的这层糊啊人都提前给它熬熟了，炸制过程缩短，里边的这个鲜味保存的就更美。还要进行一次混合和搭配。这个是一斤的量，比例也是1:1。加入这个米粉的作用也是它脆不脆的关键的所在。加一点水啊，一边搅拌一边加。它并不是完全顺着一个方向，而是在里边画八字儿。嗯，对对。加这个葱花进去的，跟那个生蚝搭配，吃起来更加香脆可口。所有的都不用加那个调味料，炸成饼出来了，再沾调味料来吃。你看，辣椒干啊、食盐啊都可以的。我们这个蚝呢，下的量呢，不建议一次性的把它下去，就是想吃多少下多少。我们不先把这个生蚝放在一起和了，因为这个生蚝本身有汁水的。嗯，把这个生蚝一起和出来的话，放久了它就会生这个水，放下去炸都会就稀巴烂的，不成形的。一边加一点，一边再炸，可以下生蚝炸了，火7成热。炸的时候呢，把它贴一下边。为什么要贴边，不直接往里放呢？这样是在锅边呢定一下形，这个面呢没那么厚，它如果太厚的话，里面不会熟的那么快。先用中火把它炸一下，把它推下去，大概炸几分钟？1-2分钟就可以。1-2分钟就可以出。啊，对，炸的过程中我要不停的翻一下它，使它们是受热均匀的。出锅了，我们可以尝一尝了。直接用这个生菜包这个蚝炸。哇，外酥里嫩啊，外边是酥酥的这种壳，而里边的这个蚝啊还带着这种汁水，吃到嘴里是甜的居然。啊，对对对。蘸一点盐，加了盐之后啊有了一点点点睛之作，盐是百味之王，瞬间让这个口腔啊有了新的活力，更爱吃了。在烈烈的这个夏日啊，一定要吃咱们当地的美食，同时喝一下我们的魅力厨房的绿豆汤。对对，您和我都是满脸的汗水，喝完这个咱们是一口凉爽。好。蚝炸，蚝炸外层米香十足，外酥里嫩，蚝肉多汁，葱花让蚝肉味道更加丰富，油炸的口感搭配生菜的轻盈，只需蘸点盐就可以鲜上加鲜。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独家冠名播出，魅力厨房家常粥，一袋只有水和米，简单配料，家的味道。老板，那里有饭吗？有啊。哎，那边有饭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你们要粉吗？要粉。要量吗？要。很烫哈，慢点慢点，不着急。好，那我来一个。好，老板，那里很好找啊。看爷都给你吧，很哪个吗？好好，还要什么跟我说，我给你加。我肥哥，你来吗？我好来吗？来呀，我给你啊。好，来吧，一波。好好好好。我今天过来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人间百味，油炸最美味。老师吃了20多年了。发酵毛茶，别老干。来到了茂名啊，可以感受这边化州的这种烟火气。刚才我看到啊，这一餐桌上密密麻麻坐满了这个食客，而且食客之间啊还在互相交流对这里这个牛杂的经验，四季三餐中的这种烟火气在这里我充分感受到。你二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蒋康燕，我从事做牛腩7年了。我叫赖华平，我哋从事做牛杂26年了。
我们做这个牛杂呢，主打是新鲜。我婆婆每天早上5:30就要去市场拿第一批牛肉牛杂，拿回来就马上开煮，第一下水，放点盐。为什么咱们先下牛腩呢？因为这个牛腩它是最干净的，是没有异味的。比如像肠子啊、牛肚啊、百叶啊，那些都是有异味的，我们最后再下。好的。盖起来，让它等待个3-5分钟。牛杂呀，内脏一定要加工的干净。对，您教教我们小窍门，牛的这个毛肚怎么去除？把这个剥开，它里面会有脏东西停留的，我们要把它冲洗干净，焯一下水，流沸，用盐把那个粘液给脱洗干净，把血管给弄开之后，再用水把里面的脏东西冲出来。这是舌头，也要焯一下。上面有一层舌苔。对对对，要用刀子去把它刮掉，换一下水就好，把这个皮好去掉的。我们去打一盆清水过来，我们把那个牛腩一下它煮开了，把它捞起来放这里，过一下冷水，就是让这个肉一会儿会变得更脆一点，更有嚼劲一点。在咱们这里为什么这么盛行吃这个牛杂？你有听说过海丝之路吗？因为海上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嘛，所以出海的人呢，他们都喜欢出海之前来吃一顿，因为这个是高热够热量，对对对，高热量高营养的东西。这个美食啊，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昌盛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现在的人想要结交更多的友谊，离不开美食，离不开美食。这个炖牛杂之前，我们要做汤吗？肯定要的，我们先装一点香料。好嘞，香叶来几片，小茴香、当归、草果、桂皮、小黄姜，味道更浓郁。对，哇，这一大锅清水。是的，开锅了，料包放下去。放一点盐，增加一下它的底味。牛杂把它放下去。婆婆，您干活太利落了，我一转眼的功夫，您把所有的食材都放进去了。您平时干活也这么利落？是的，惯那个了，习惯了。那这个要用什么火候炖多长时间？最大火，大火熬过它25分钟。为什么时间比我们平时炖牛肉要短呢？因为我们拿出来还要继续再熬啊。这一天都是持续的开着火在熬。是的，它底下一直都会有火的。这里面为什么煮两个这种瓷坛子呀？这个的话，它就是它的蘸料。这个汁儿里面加的是什么呀？就是酱油跟盐跟这个原汁原味的汤。这里面的食材等于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面炖好的。要尝一下吗？我给你拿一点。好啊好啊，太棒了！有这个牛百叶，这是牛腩，还有肠子，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。现在剪剁剁给你。来点香菜好不好？好的。加一点香葱，对对对，用热汤一冲，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加一点点这个辣的，再来一点香油，灵魂，可以吃了，尝一下。这个是牛腩，对，清晰的看到它已经出了5-6层，对吧？对，来吃一口，有点嚼劲，哇，越嚼越香，是奶香奶香的。牛腩啊，它分了不同的层次。对，口感是不一样的，不断的咀嚼，里面会有脆、软、韧、弹，是的，这种反复把里面的汁水都嚼出来，太好吃了，我可以蘸一下汁了，吸入它的味道，这个口感会很脆爽的，听到声音了，咯吱咯吱的这种声音，哇，太好吃了，牛杂。在剪刀的咔咔声中入口即化的牛杂搭配秘制调料，咬上一口，牛的各种部位在口腔里相继爆汁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独家冠名播出，魅力厨房家常粥，一袋只有水和米，简单配料，家的味道。哎，莫给爷过来。簸箕禾，在茂名，人们也管它叫簸箕炊。每天簸箕炊的叫卖声和沿街一路的米香，激活人们的味觉神经。竹簸箕里的洁白米糕，搭配神秘调料，虽然装在普通的塑料袋里，味道可不普通。好，谢谢哈。凡是遇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常买了吃。今天刚好遇到。周鸿儒平时一直走街串巷卖簸箕炊，如今人们也可以在店里与亲朋好友围坐，享受簸箕炊新鲜出锅的美味。新的呀，几十年了，有妈妈的味道，特别好吃，非常棒。簸箕炊真好吃，同叫豆吃，又香又糯。我姓周，叫鸿儒。
您做这个簸箕炊给做了多少年了？有30多年了。30多年了。我做这盒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个簸箕，而且拿它这个抖花生皮特别方便。咱们这个簸箕炊跟它那个簸箕有没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我们这个簸箕主要是拿来晾放东西，因为它比较透气，食物不容易变坏。茂名有广东最大的竹编生产基地，据说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让这里来往商贾云集，对盛放和运送货物的容器需求量很大，并且当时内陆通往海上贸易的重要路径南越古驿道，茂名境内就有很多条，再加上三面环山的茂名，竹海资源十分丰富，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便催生了竹编技艺。人们不仅用竹编当作日常的成具，它也可以变成炊具。这里面搁的是咱们当地的稻米吗？对，储存过3年，水分已经脱干了之后的米。陈米啊，这是用这个米做出来的簸箕炊，韧性香滑，有香味。这个米要怎么加工吗？浸泡4个小时以上，这个已经是泡了4个小时以上的米，现在拿手一搓，它已经变成粉了。我稍微一使劲，这个米就已经给它碾开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做什么？磨成酱。水跟米的比例是多少？您给教我。1:3，水是1份，泡好的米是3份。浆稀的话就很难成型，稠的话就变得特别硬。下步我们要放上蒸炉里面蒸，你这样倒进去，每层要放3毫米。哦，去蒸一下，一定要火力够猛。咱们现在旺火足气，放上了第一层，蒸几分钟？3分钟。现在3分钟到了，你可以看一下效果。哇，洁白。形成了一层薄膜，拧在表面上，而且这个表面非常的光滑，就像刷了一层油一样。这个第一层算成功了，再加第二层。第二层要加多厚呢？也是3毫米。4个3分钟，总共12分钟，我们就能够尝到层次分明、口感非常独特的簸箕炊了。微型小铃铛，搁簸箕炊用的。划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，簸箕炊啊，还要给它有一个料蘸着它吃，或者是淋在上面吃。对，花生油80度，这个火候炸出来的韭菜特别香，低油温慢慢的把韭菜的香味给它逼出来。这已经炸了有差不多10几分钟了，现在要加入草果、八角、葱种、蒜子、香叶、白芷、桂皮，中火熬油熬10分钟，把料给它捞出来，还要放盐，它这样的油比较香一点。撒上大量的熟芝麻、花生、韭菜油、橄榄菜、生抽，现在可以吃，现在就可以吃了。米浆蒸出来之后呢，肉眼都能够看到这个层次。芝麻和花生碎很提香，吃一口软弹，又吃一口脆香。生抽很点睛，橄榄菜呢，充满了那种新奇特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簸箕炊好吃，料油啊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就跟吃了一碗肉汤蘸着的这种簸箕炊一样，好吃哎。簸箕炊，粤西特色小吃，层层米香，细嫩爽滑，花生芝麻的加持增加口感，秘制的韭菜香油让人满口油香。这个盒子产生的这个美食，在我们周边很多地方它有不同的叫法。在客栈人它就叫板板，这个我知道，还有吗？潮汕人它就叫果。说到潮汕的果，总体上讲可能是用什么糯米啊、面啊包的各种各样美食都叫果。川渝和湖南他们就叫糍。这个字更好理解，有大部分是由糯米做的，所以它就有点像糍粑，干脆就叫